大家好，我是姐，欢迎回到 FFB 时间。那 FFB 呢，现在推出了 Final Fantasy 12的活动，那这是第二弹的活动。那在这个活动呢，他们推出了新的难度，也就是这个魔人级。那因为是一个莫古力王的活动，所以当然我们也要抽这个活动角 ，bonus 角。那这次呢 ，FF12 的第二弹呢，增添了两个五星骑士角在这个召唤池里啊，也就是这个巴修，还有这个巴尔弗雷亚，看起来都不错。那还有这个多维斯、佩因，还有这个拉萨。那预计呢，我们会做一个15-20抽吧，然后尽量可以拿到多一点 bonus 小了。然后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召唤了。哦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第一颗就是黄石。不错。第一次踢啊，我之前没有魔毯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不错。那不是 bonus 奖，我希望拿可以拿到 bonus 奖。解封，你爱你。第三抽。加油加油加油，我的 bonus 小呢。说好的 bonus 小呢。差死。这第六抽了，好像至少给我露娜小吧，露娜对角。阿贝尔，不错，现在奖励。OK， 拉萨，至少至少。笑哎，麻烦大了，好像没什么运气哈。OK， 至少黄石黄石。崩了笑，崩了笑。OK， 哎，走不了，崩了笑，崩了笑就不错。
配置啊，现在是 FF12 的，记错了，再继续吧，抽满20，没有，15抽都不到，好像。弟弟啊，拜托，没有红石啊，拜托，拉萨像有，好像有四只活动者。这次好像第15抽咯，会有什么奇迹的第15抽呢？感觉就是没有奇迹。红鸡，又是拿啥？加码吧，加码吧，16抽。还是蓝色，好像没什么红色，好像来了两个红色，这边有说黄石，只来了两个。尼迪亚斯，废胶废胶，废胶，说好的红石呢？OK， 黄石，不是啊，我不要王图啊，我要 bonus 奖啊，20抽了，加码5抽，难道是错误的决定？傻子。蓝石啊，慢慢的蓝石，塞西尔，最后3抽咯，应该是没有奇迹的吗？黄石啊，红石，有没有可能变红石呢？没有，路比坎特，错碰，完蛋了，烂到爆，谢啦，最后一抽咯，来吧。至少给我黄石吧，对的嘛，是不是？
同时太美丽了啊，运气超棒，才怪啊。好了，加码一个十加一，红石拜托，拜托，转红。活动小吗？活动小，活动小。没有。好吧。那今天的运气烂爆了。但是如果大家还是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下面帮按个喜欢，顺便订阅我们频道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